翻查翻資料咧，其實我玩立咧喺2015年8月咧，就係幫新世界提供一個申請規劃嘅申請文件。去到2015年9月咧，其實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回應翻新世界申請嘅時候咧，就指澳瓦納兩度負責涉及呢個政府嘅研究，要求咧澳瓦納或者係呢個新世界咧係澄清翻呢一啲挪用咗嘅機密資料嘅來源啊，咁個原文就係話 ：The developer and or Arab should clarify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and should and shown in the assessments which are not kn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之後，奧瓦納再提交嘅更新版本當中咧，係剷除曬所有嘅機密資料。咁我想問啦，喺2015年9月嘅時候，當奧瓦納提供一份幫新世界入紙有政府機密資料嘅文件嘅時候咧，你叫佢澄清，咁最尾新世界或者奧瓦納有冇澄清到咧？主席，其實響2015年8月，2015年9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土木工程擴展署嘅同事咧，就發現響呢一個私人嘅規劃申請當中，有一啲嘅資料咧係可能同橫洲發展第一期有關嘅限制資料，咁我哋土木工程擴展署其實當時已經第一時間咧係作出跟進，其後亦都有多次繼續跟進有關嘅情況，去詢問有關嘅資料來源同埋有否涉及利益衝突嘅情況。其實我係問緊佢有冇回應，我知道你有跟進，你好盡責，但佢有冇回應？啊，馬局長。當時佢係有大約係大家之間係喺信件上面有來往嘅。咁喺信件來往當中，佢有冇係公開到佢點解會獲得嗰啲機密文件，或者佢會點樣處理嗰啲機密文件？馬局長，相關嘅情況咧，我諗係由於大家之間有一個商業上面嘅秘密，我相信喺呢度唔恰當地去 disclose 關於個資料。主席，即係我聽到都相當之驚訝。如果你話商業秘密，咁其實呢個會就根本唔使開啦。即係你話任何關於奧瓦納信件來往或者佢喺處理一啲唔同工程項目當中，你哋來往個詳情唔講，咁呢個會議其實唔使開呢，因為我哋就係要求你就住呢啲工程來往俾一個清晰嘅答案，到底事件有冇涉及官商勾結，有冇縱容呢啲私人嘅顧問公司係挪用政府嘅文件，然後係俾其他地產商㗎嘛。即係奧瓦納其實而家就係食緊兩家茶飯，一家叫政府，一家叫新世界，然後佢就可以隨便用政府嘅資料俾新世界村民或者其他冇新世界咁有錢嘅即係團體或者受害者呢，就冇辦法獲得嗰啲資訊嘅。跟住政府呢，當問你有冇懲處有冇跟進呢，即係去到而家傳媒爆大鑊，你先開始跟進啦，你先開始做嘢啦。咁2015年9月去到而家呢一段時間，去到16年11月當中，問你書信來往有冇係針對住呢件事件，佢有冇提供任何澄清啦，或係商業機密。咁我想問你，你其實真係唔使坐喺度，同埋市民一聽就知呢個根本就係慣例，唔係孤例。其實你哋一直都係有一個慣例，就係容許私人顧問公司係挪用政府嘅資料。